没损失就是了，不用兑现的。不对就不对，你看啊，皇子补这个刀就很烦。你知道为什么这个远程兵我先打跟后打我都补不到吗？你知道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如果我先打，那么我的战灯律动的那个被动呢，它会敌方血量越多我伤害越高，所以我先打直接塔就把它打死了。如果我后打敌方血量就少了啊，所以呢就导致我打不死。越高敌方血量越少伤害越少，所以刚才塔先打的话那个血量少我附带伤害就少，所以就打不死啊。所以你刚才那个第一级的时候远程兵你这种出装啊怎么补都补不到的，除非你配合旗子戳他撞啊 A 他 A 他，巨龙撞击没撞到，时不时的上去拍他一下。这个炼金一看就是老手，看得出来，但是我不虚他，我自有方法。哎，就巨龙撞击，我不会追他的，靠近我就圣盾 A 一下，这样他耗不过我的，等我找个机会把他秒了。哟，这时候闪现闪的可以啊，其实我这波插不到他的，但是我 EQ 闪为了击飞他，但是他以为我插到他，所以他交了个闪，所以说这波是阴差阳错的他躲过了一劫，否则的话我不交闪他也死了，我后交。这波其实是他判断失误，他主要被塔打了一下，所以我眼疾手快马上给点燃。追不到了，鱼雷差不多我追不到了啊。子龙来了，子龙来了，好，我先把小兵可以打 A 一下接 EQ A 插眼 A 啊，一定要有这么细腻的操作，否则的话打不死。没事不用怕，谁来了没事不用怕，就我们这个血量你敢跟我们打 EQ 你打我不能打了，哎呀就很伤，我不能上，因为我上我就被他秒了，我上的话这波应该是被双杀，这波只能说怎么讲呢，跑一个行吧，没办法必须得跑，总不能送双杀，他主要有点燃，这波如果没点燃倒可以打，我们两个一起上的话搞不好他一个都打不了。刚才有同学说了你 A 一下 A 不到知道吧，怎么样才能 A？EQ 的，想要出 EQ， 而且 A 到他，他打不到我，那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是贴身 EQ。但是刚才我无法跟他贴身，因为一旦被贴身，他就可以挂到点燃，我就直接被烫死了，知道吧？所以刚才这一波只能说没有办法。德玛西亚勇士 EQ 出的很远，你知道吧？所以没办法。但怎么出镜的话呢？我会被挂点燃，你就很纠结，你懂我意思吧？啊，如果我有大的话，我就可以出近一点，因为我可以直接把他秒了，他出不了手，啊，这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没有大啊。好，我六等了，我六等的话就可以直接把他盖死，天王，盖一手小地虎，我靠。哟，没死哦，还好。他们泰隆喜欢游走，不搞他不行了。我靠，劣势有点大，劣势有点大啊！我要开始开启我的假设性原则了。
给了他一个头，他很开心，他老是来。对不起，你从现在开始没有任何的角度了。保护忠良。巨龙撞击，顶十啊，痛不痛？我有点燃的啊。巨龙撞击，火大招马上好，巨龙撞击，我现在只要把泰龙看好就行了啊！这泰龙有角度来上路，不能再给他人头了，他们很肥。我要帮一下中路了，我们中路好像有点惨，他应该回家了。更强的敌人，走了走了走了，回家。他们的我们的下路也很惨。先堆攻击，在我还能够秒人的时候，还是要先堆攻击。后面真不行，再对一手防御。我现在一个人头都没有，还是有点伤的。没死了，我靠！刚才巨龙撞击没好，我来了，不用怕，哎，帮一下忙，我靠，又没把他。感谢曹法官送上的飞机，打了一个泰隆还可以的。运气有点好，没死了。巨龙撞击。他的消耗值比较多啊，我现在不能跟他耗了，我没大招没点燃，我只要守一下这个塔就行了，他带给他带，我并不亏，我们现在打回来不少，很舒服。好，给他带，没事，兑换钱，等我大招好找他一波，大招不好就跟他对待啊，我守塔还是很简单的，我有天马特。拜拜，塔可以考虑放一下，他们要上来了。出一手输出装，感谢法官的两个飞机，没拿到人头。这波细节很完美，先盖个大，哎，再出个 EQ。
反手点燃给泰隆，双杀啊，搞个头，搞个助攻，还不错。中路交给你们了，我走了，拜拜。走了。推一波回家，走。我们再出一个这个吧，木刃吧。他们下路优势比较大，下路515战绩很可怕。搞一波，等我到。搞一波，搞一波。中路，中路，中路。不好搞，不好搞。中路没蓝了。有人。好，我大招好了，泰隆可能上来了，勾引一下我。哦，泰隆在下，再带一波。中路下路有点小炸，嗯，还行，这波还可以，并不是很伤啊，还可以，我来再带一下。谁敢违抗？这个泰隆，赶快来搞一把，他伤害有点高，能秒我，我打他要注意。战斗之心，这也是。来到了，我来了，来，不要让他跑了，他跑不了，我有扫描。50块好像不是助攻吧？别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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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等队友到啊、哦！我有大招的，我要杀他 ADC。哦，二级到了。被禁锢住了，不然这波应该是双杀。啊，我大招开不出来，把 ADC 杀了就行。杀 AD 还是比较重要的，这把是杀他 AD 和这个泰隆。这两个意思我们就好打啊。好，推一手塔。好，这个塔推了差不多。泰隆在下，赶快走，勾引一下。哟，600块这么值钱，我靠，走啊，我靠，我没有巨龙那个。赶快跑！
我没有那个啊，我必须得回叉 Q， 不然我就被他秒了。我这个人头被他杀了就很亏了。来，他一手，丢。先出他一手钉啊，这个东西，这把复活甲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是一个脆皮，我输出很高，但我很脆，我这把是一个输出加稳，应该是死了，应该是死了。这个泰隆好像哎，子龙落单中路搞一波倒霉一下，我靠，这个都捞啊，太不稳定，没办法，这种就属于什么呢，技能不稳定导致的啊。虽然我伤害很高，但是遇到这种特殊情况还是有点捞。表现了吗？我们防御塔推的不多，我们要推防御塔，我们 ADC 好像掉了，没事，先守一下。来了，我们现在要把防御塔给打回来，不然再杀人都是不赚的。虽然少个人，但是这个还行，可以接受啊，战局可以接受。很刁，留一手大招，就盖他 ADC 的，或者盖他泰隆的，啊，不能让他们这两个打输出。ADC 玩一手小蛇皮，问题不大。他把我红偷了啊！你把我红偷了，大招还没好，这一波很难搞。2600块复活甲先把它做出来啊，现在我的巨型九头蛇不出巨型，就出提亚马特，好，
逮到。玩小蛇皮，嗯，来小龙搞起来，想偷龙啊，被我们逮到了。好 ，ADC 蛇皮一发现这个蛇皮不太好玩，来了，哈哈啊！你在干什么？哎，怎么说？想好了啊，我有奶妈，有复活甲，比你的大。啊，大招马上好。保持阵型，巨龙撞击，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哎，留一手，只要你在时机恰当的时候，就对不起，把你带走，团战留一手，是我的强项，阵型保持的不谈，来过来，赶快奶一手，走，我进啊。再来个这个东西啊，我们下一件就是血手，现在人头是追回来了，但是这个塔呢一直没有时间推啊，我们赶快把塔推了。快搞起来，不动则已，动则雷霆万钧。看上去并不打你，但实际上我在等队友，哈哈，队友一到，火力全开，顺个秒杀，不该。对面已然选择了挂机，哦，非常好，一波拿下，一波拿下。快哦，贼娃子，一波拿下！交冷酷追击就是一个冷酷追击接二连皮接一板斧，好，对位，正盾。大招马上好，哦嘿，怎么样啊？